你们知道什么叫芭芭拉吗？来，让你们看看芭芭拉的恐怖，兄弟们。雷电将军，武器拿的捕鱼货，上一物带的死绝远，命作灵命的天赋三八十，面板是这样，八十级的行修，武器拿的机理剑，上一物带的死绝远，天赋幺八六，然后面板是这样，香灵，武器拿的五十级七锋长枪，上一物带的死绝远，天赋三级一技能，九级大招，面板是这样的，曼尼特，武器拿的天空之刃，上一物带的四宗士，天赋十一级大招，芭芭拉，武器拿的二十级精一西风秘典，上一物带的没有强化满的四少女，尼禄。五万三的血，草神武器拿的六十级气力三张，剩一物带的两世金加两流浪，天赋幺七四，面板是这样，968的精通，甘雨拿的是做弹乐，剩一物四乐团，天赋十级普攻，面板这样，二十级的凝光，破狗头的工具人拿的讨龙克莱，剩一物佩戴的四森林都是加零的，我觉得我很废啊，我靠，他这号可不好打，我给他打打第一层去，估计我打不满这个，很低伤害，看香灵充能差三分之一，整个错开了你的香灵的充能，别人。放完第二波你相邻的刚刚好，哎呀他不一刀黑屏了，那好拉，对充能不够，我们只是试着去给他打一下，我的目标是能打六颗星最好，无效的一刀，我靠都劈不死，打打吧，我们直接到十二杠三进去再说，把充能攒一下，啊这一层也是打不满，我们把充能攒好，他这个应该是打不满，打十二杠三伤害不够，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呀，出来大招攒一下，慢慢打，不着急啊，不慌，一切皆在秘密掌控之中， OK你就给他踹一脚，没触发机理，巨伤，你就得踹两脚，无响的一刀也行，打得不慢，看这个了，下半场了，给大招，来一给他芭芭拉冲呀，炸他，炸死他，哇，好爽，好爽，你明白就好了，跳舞了，芭芭拉冲啊，芭芭拉站起来了，芭芭拉起飞了，兄弟们。还有十二杠二，差不多，看看啊，走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芭芭拉吗？来，让你们看看芭芭拉的恐怖，兄弟们，共舞吧，芭芭拉冲呀，挂一，炸死你们，让你欺负我，欺负我芭芭拉 ，OK， 服不服？当我凝光大人的坐骑吧，给我死去吧，一剑，两剑，一满，怎么会打不满呢？谁说我打不满？就是你。